如果你屋企嘅长者开始冇记性，又或者忽然间唔记得咗自己想讲乜嘢，甚至系唔认得路，千祈唔好犹豫，即刻去揾一线通帮手，因为越早去 check 清楚，情况稳定嘅机会就越大。你好啊，咁啊，今次主要咧就知道你想做翻一个快速嘅评估啦，关于认知障。一线通平安中可以用电话形式免费提供快速认知障碍症评估，及早发现同埋跟进。有需要咧，更加可以进一步全面深入嘅评估，包括咧家居评估啦，同埋照顾者压力嘅评估，以及我哋咧可以转介俾医生去跟进嘅。用户如果发现自己咧有认知障碍症嘅问题，可以接驳服务中心咧预约评估。此外，我哋开发嘅遥距线上活动咧，令患者可以安坐家中咧，锻炼脑力、体力、记忆力，同埋保持一定嘅社交互动。一线通全方位守护你。